史莱克，我很期待在决赛上看到你们。他怎么来了？阿如龙将是决赛中胜负的关键。你看我的最强秘籍！今天我会把你们统统打败。决赛，史莱克阵容不全，输定了。霍雨浩，你不是要来总决赛跟我打吗？怎么不敢上台了？我们绝不能输。